8月20日，杨紫在自己微博上传一段视频，并配文称3000万粉丝福利，一段沙雕舞蹈秀送给大家，嘻嘻嘻。视频中她身穿猴子玩偶服装，随着音乐翩翩起舞，看起来十分可爱，她的爱犬在身边窜来窜去，十分有趣。网友纷纷表示，小猴子，哇，好可爱的姊妹，爱你哦，我们会一直陪着你的，谢谢小猴子的舞蹈，这福利喜欢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